这是关于台湾一群不起眼小动物的故事。它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穿梭在森林底层、隐秘的地表、晦暗的角落以及幽黑的地道中，因为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唯有如此，它们才能生生不息。这群小动物主要包括属于啮齿类的老鼠，以及外形和老鼠长得很像，但是在动物分类上是不同目的食虫类动物。由它们的头骨构造和牙齿的差别，就可以知道它们是不同家族的成员。啮齿动物是地球上适应最成功的哺乳动物，它们的招牌特征就是嘴里那一对终身持续生长、如同凿子般锐利的门牙。台湾的啮齿类动物包括树栖的鼯鼠、松鼠以及地栖的老鼠，而老鼠就有十多种，它们形形色色，大小各异，不仅形态多样性高，它们所居住环境的差异也很大，而海拔分布的区隔更显得别具特色。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人们对老鼠的刻板印象，指的就是家鼠、沟鼠和家溪鼠这些居家附近出现的老鼠。事实上，在台湾广大的田野山林间，还生存着很多种我们不甚熟悉的老鼠。台湾以农立国，四季皆有各式作物轮替耕作，生产丰盛多样的食物，也成了农地野鼠的天堂。甘蔗园是南部地区常见的田园风光，这里住着台湾最大型的老鼠。鬼鼠拥有壮硕的体型，灰黑刚直的体毛，粗大的尾巴，以及一对突出的大板门牙。当受到威胁或紧迫时，鼻孔会喷气威吓，展现出鼠霸王的气势。鬼鼠会挖掘地洞穴居，挖掘出来的土堆就放置在洞口周围，而形成一土种，明显易见。荒野蔓草、杂草丛生的荒废地，这里鼠洞处处，是野鼠的新乐园。在这里经常可以发现小黄腹鼠和田溪鼠共存一处，它们除了会取食农作物外，也以平地广泛分布的禾本科及菊科植物的种子为主食，而昆虫是它们补充动物性蛋白质的最佳来源。田溪鼠又名月鼠，突出的耳朵，大大的眼睛，是一种精明灵巧的小型老鼠。体型略大一些的赤背条鼠也经常和田溪鼠生活在同一片草生地上，因为背部有一条明显的黑色条纹而得名。赤背条鼠虽然会出现在草生地，其实灌丛、杂林才是它主要居住之处。植物的种子和甜美多汁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的主食。共育的老鼠们会借由栖地利用及食性选择的不同巧妙的区隔，彼此相安无事，共存共荣。远离了人类密集活动的环境，来到了台湾广大的低中海拔的丘陵和山路间，活跃其中的老鼠却只有刺鼠一种。
刺鼠因为背部体毛兼杂着刺人的刚毛而得名。当初被发现时，为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以他的民间称号国姓爷为种名，因此又称国姓鼠。虽然主要在地表活动，但长长的尾巴显示它还是个爬树高手。台湾山林的景致随着海拔高度的攀升而递山，不仅林相栖地明显改变，植居此间的野生动物也随之变换。走入台湾中高海拔的森林舞台上，率先登场的是台湾森鼠。体型娇小的台湾森鼠拥有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凭借着多产及适应力佳的特性，广泛活跃在原始阔叶林、人工林或是林边的建筑草原中。如果你是个爱好爬山的旅人，应该也有在登山小屋受到他们骚扰而彻夜难眠的经验。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登山客带来的垃圾改变台湾森鼠的食性，造成山区老鼠族群数量的增加，将破坏食物链的平衡，是生态的另一隐忧。如果说台湾森鼠是山中的小老鼠，那么高山白腹鼠就是山中的大老鼠。如果你看过高山白腹鼠的本尊，那你绝不会怀疑鼠如其名之意。高山白腹鼠的雪白腹部是它最明显的特征，而在尾巴的末端也生有白毛。生活在高海拔的高山白腹鼠拥有一身柔软密制的体毛，正诉说着适应台湾寒冷气候的演化故事。并不是所有的老鼠都长得一副惹人讨厌的模样，黑腹绒鼠是一种长相可爱的小型鼠类，称得上是鼠界里的漂亮宝贝。黑腹绒鼠全身布满如天鹅绒般细密柔软的黑色长毛，表面泛着金属般的油亮光泽，因此又称为天鹅绒鼠。从丰腴但流线型的体型，伸出短短的脚和尾巴，配上圆圆小小的耳壳以及细小的眼睛，说明黑腹绒鼠是过着地道生活的居民。绒密的长毛让它们适合生存在冷凉的中高海拔山区。黑腹绒鼠的体色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季节交替或是换毛期间都会有所变化，再加上本身毛色就存在着某些变异，所以我们看到的并非全然都是黑色的黑腹绒鼠。黑腹绒鼠偏爱植物细嫩的根、茎、叶，偶尔也会捕食昆虫来摄取动物性蛋白质。颠覆一般人对老鼠多产的印象，勺子的黑腹绒鼠可算是其中的艺术。一只黑腹绒鼠妈妈每胎仅生下两只老鼠宝宝，看着老鼠妈妈对小老鼠细心呵护的模样，就算是在动物的国度里，母爱仍然是没有丝毫折扣的。世界上的田鼠都是分布在气候寒冷的温带地区，而在台湾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也住着一种分布最南线、属于台湾特有种的田鼠，它就是高山田鼠。圆短的耳壳隐藏在柔软而细密的长毛中，
寒冷的合欢山区是玉山建筑所构成的特殊高山草原生态系。在这里，高山田鼠扮演着维持生态系稳定的角色。它们以玉山建筑的竹笋及嫩芽为食。此外，植物的根、茎与嫩叶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稳定而优势的族群提供的黄鼠狼等掠食者的主要食物。高山田鼠具有鼠类中少见的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田鼠爸爸会和田鼠妈妈共同哺育田鼠宝宝，是老鼠界中的模范父亲。从平地一直到3000公尺的山区，都有巢鼠的分布。它是台湾最袖珍的老鼠。巢鼠能够借着具有缠绕能力的尾巴，灵巧地在细枝草杆中轻易地移动和觅食，并且在高茎的植物上筑巢而居。这团草球就是巢鼠就地取材，将叶片撕成细长纤维，缠绕成一团草球的家。巢鼠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台湾是巢鼠分布的最东南端，但是在台湾的族群数量却不多。这个小家伙娇小的身影究竟去向何方呢？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它将会施展老鼠的看家本领以及坚强的韧性，努力地适应环境，世世代代存活下去。台湾有另一类动物，它们的外形长相类似老鼠，名字多少也和鼠字沾上边，但事实上它们是全然不同的动物。它们是食虫目成员中的鼹鼠和鼩鼱。有着古老身世的它们，在哺乳动物中是形态特征较为原始的一群。它们都有细而尖的吻部，上头长着放射状的触须，可以帮助它们感觉外在环境并探寻食物。而尾部所生长的刚毛也可以增加它们对周遭的触觉，因此它们是一群嗅觉与触觉远强过视觉的动物。它们大多在地表活动，并且为穴居或半穴居，而为了适应这种生活形态，它们在外形上也有了一些特化。台湾中高海拔山区的潮湿森林底层是短尾鼩经常出现的地方。短尾鼩有着致密柔软的毛皮、短小的四肢、小眼睛、退化的耳壳以及不到2公分的短尾巴，这些形态上的特化都是为了适应半穴居的生活形态演化而来的。短尾鼩又名为山街式鼩鼱，是为了纪念首次在宜兰太平山所采集到这种鼩鼱的日本学者山街方模。大多数鼩鼱的体型小，因此要不断的进食以维持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能量。
为数众多取食不尽的节肢动物和昆虫正是大多数鼩鼱的主食。生意盎然的蓝鱼是首次采集到台湾长尾社区的地方。台湾长尾社区是台湾中低海拔森林中相当活跃的昆虫猎人。在地表活动的步行虫、藻马都是他们喜爱的美味。蜘蛛偶尔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菜单中。鼩鼱在生态系中大多扮演着刺激消费者的角色，它们取食软体动物、环节动物及节肢动物，而同时它们又是食肉目哺乳动物、猛禽类及蛇类的食物。栖息环境的改变使得动物的食性也跟着产生了变化。人类的住家、市场及仓库附近也有一种鼩鼱出没，就是我们俗称为黔鼠的臭鼩。它的体侧具有麝香腺，会分泌浓郁的臭味。臭鼩的尾部生有明显而突出的肛毛，它们经常发出像钱币碰撞的滋滋叫声，有人将它视为象征财富将至的好兆头，黔鼠之名不胫而传。黔鼠乐于享用人类的食物，不再只是寻觅昆虫。黔鼠在1859年为外籍学者史温侯时发现，是台湾地区第一种被学界命名的食虫目动物。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平地农耕区、草生地或是山区的阔叶林与竹林等，都是台湾灰社区的主要栖地。台湾灰社区就像是缩小版的黔鼠，族群数量虽然不少，但是因为体型娇小并且多在夜间活动觅食，因此并不容易发现它们。地表土层的昆虫幼虫与小型无脊椎动物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台湾灰社鼩全年都可以生殖，每胎可以生2到4只幼鼩。当妈妈要外出活动觅食时，体型弱小的幼鼩会紧紧咬住妈妈的乳头，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台湾的平地除了人类住宅区外，往往还会残存一些废耕地、草生地、草泽地等环境，这些都是小社区主要的栖地。体型不大的它们努力地在人类已普遍开发的平地夹缝生存。生活在地下的台湾鼹鼠就是一般人较为熟悉的木器。它的眼睛很小，几乎没有视觉功能，耳壳也消失了，配上圆筒状的身体，让它可以轻易地在地下穿梭。而特化成掌状并转向两侧、有着长爪的强壮前脚，是它们挖掘地道寻找蚯蚓的利器。而它们也利用强壮的前脚挖掘出最爱吃的蚯蚓饱餐一顿。看它们拨土前进的样子，像不像是在土中游走呢？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地面上这些纵横交错隆起的地道
就是台湾鼹鼠存在的最佳佐证。族群数量庞大的台湾地栖性小型哺乳动物，不但种类繁多，其中更包含许多全球独一无二的台湾特有种类，而新的种类也在陆续发现中，它们都丰富了台湾的生物多样性。或许大家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物还有点陌生，有的人甚至对它们怀有反感，但它们却是生态界里相当重要的食物供应者。许多日行性与夜行性的猛禽、蛇类以及食肉目的哺乳动物，都是以这些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而地栖性小型哺乳类动物数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到掠食者的生存机会。它们的存在正和许多不同的生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丰富且多样的物种不但是大地的生存之道，也是人类生命延续的最佳保障。